主席，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不要对敌人这个仁慈，吃饱了就开始张牙舞爪了。主席，有关这个的修正案7810呢，就即是削减方面的部分呢，刚才我讲了一些的即是例子和论证，咁就再加多一个好小部分嘅啫，就係、是、涉及到其中有啲嘅研究嘅项目嘅资助呢，即係亦都係俾呢个凉粉嘅头号凉粉张志刚呢、这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係咪大家都知道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即係已经有大水喉㗎啦，係咪嗰个资助嘅增长呢亦都系非理性嘅。2012年即係呢个中心获得嘅资助费用呢系368,000，这个其实都不少的了，但是在2013-14年是倍增啊，倍增至到这个772,000啊。哇大佬，即是问我王国兴这里几多个豆豉鲮鱼啊，是吧，这里几多个饭啊，是吧，比晒这些中心研究的东西，老人家不见了几多罐豆豉鲮鱼和这个午餐肉呢，真的。咁所以呢一类嘅利益输送同埋呢个自己之间啊，啲凉粉之间好荒谬㗎喎。邵善波做呢个嘅审批，就俾咗呢个张志刚嘅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你话呢啲唔系糖水滚糖鱼，自己之间嘅啊朋党嘅即系包庇同埋输送系乜呢？咁同埋啲研究又唔公开啊，究竟即系系咪去咗夜总会，定系做咩研究呢？呢、这个真系难以呢个理解。头先我提到关于呢个嘅删除部分呢，即係其實有啲係專業費用，有啲係呢個嘅服務費用呢，係好難即係詳細睇到裡面嘅細則嘅。涉及到9,000多萬嘅開支呢，都係涉及到其他僱用服務同埋專業嘅費用。咁呢方面即係作為政務司同埋財政司即係自己本身喺交代方面都欠透明呢，呢個係難以說服其他嘅即係政府嘅部門呢，係要呢個嘅作呢個交代啊，你自己都唔清楚，你點要人交代呢？嗱，呢個總目裏面其中一個部分涉及到4,600多萬呢，就係樓宇管理相關費務樓宇管理相關嘅服務。咁當然即係呢方面嘅開支，我哋就冇理由反對嘅。咁但係基於呢方面嘅開支呢，違反我自己深信多年嚟一個原則呢，就係反對政府嘅服務外判，係咪？你政府有服務就自己做，自己請人，即係你外判呢，某個程度上係製造剝削即係俾啲中間人呢，透過呢一個攞到嘅服務嘅管理權呢，就謀取呢個暴利，壓榨呢個嘅員工，特別係前線嘅員工，係嘛？過去好多例子都數不勝數啦，啲清潔工人好似壓到7元一個鐘，好多年前嗰啲例子。咁就所以基於係反對呢個外判嘅模式呢，我哋係一併係刪除刪減呢方面嘅服務，以表示即係我哋嘅不滿。咁就關於修訂710呢部分呢，就我嘅發言就完畢，我就跳入呢個嘅731。主席我哋嘅進度理想，我諗主席你應該好高興呢，即係嗰個嘅進度可以咁暢順。修訂731呢，係以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363萬。呢一個嘅數字呢，就係大約相當於財政司司長一職全年嘅薪酬嘅預算開支。這個財政預算案由佢呢一個嘅係總掌舵人家就要向佢開刀要炒呢個財政司刪佢嘅人工。點解提出呢一個嘅訴求呢？其實喺過去財政預算案好多人都批評呢，這個總掌舵人喺處理財政方面成日報細數有時就報大數，總之就錯。一個嘅共同嘅現象呢，就係呢個財政司係出名估錯數，未準過㗎喎，真係咁多年。話你一年估錯就話啫，錯完又錯。哇大佬，如果你去即係如果我請去做呢個嘅公司裡面負責睇數嘅人呢，第一年就已經炒咗啦，係咪？佢錯得係好離譜㗎喎。你睇返佢過去多年嚟嘅財政預算案，09年
到到2010年，當時政府的儲備就5200多億啦，佢當年的預算咧就嗰個預算赤字就398億，最後個結果咧實際情況咧就有盈餘咧就259億，個差別係657億。跟住嗰年仲離譜，我唔詳細讀啲數字啦，唔係主席又話我拉布。嗱，跟住嗰年仲離譜，嗰個差別係1000億，再跟住嗰一年就好少少，就800多億，係嘛？2012-13年就682億，咁咧今年嘅預計咧，都差別都過200億噶啦。咁所以你睇到咧，過去嗰五年啊，佢嗰個財政估計個差別啊，即係估錯數嘅差額係3000多億啊，3000多億。我諗呢個可以申請入呢個健力士紀錄大全啊！我諗，即係如果以國民生產總值同埋政府開支嘅百分比計算咧，當然你以純金額數字就好難破健力，好難入健力士。你啲意見咧喺二讀辯論嘅時候已經提過出嚟啦。但係呢個係主席，呢個係獨特個項目。主席好記性啊，即係話你叻。但是这个是要删减去那支，我一定要引述。我已经讲短了了，主席。我没有那么长篇大论的。我是已经讲短了呢，就是关于他这个错误。那另一个的问题呢，主席，这个肯定没有重复了。就是他那个言论，其实他最近呢不甘寂寞，是吗？就是可能这个财政预算案未能够通过呢，就是他觉得好就是苦恼，是吗？那呢就踩個界咧，去做一啲佢唔應該做嘅嘢，突然間即係走去講政治，即係好少有嘅。我好少見到呢個嘅財政司講政治。佢喺5月4日咧，主席喺佢5月4日個網誌嗰度咧，就突然間咁樣講啦，係咪？佢話近月的發展佢有點出乎我意料，即係佢渣嘢啦。呢啲咁嘅政治形勢都睇唔通，真係。佢同我哋溝通多啲，講多啲嘢，就唔會有出乎意料噶啦。佢根本同民意民情脱節，掌握唔到市民嘅憤怒，係咪啊？只喺網誌講埋一啲自暴其醜、自暴其短嘅一啲嘅政治嘅即係分析同埋邏輯，係咪？佢就話出乎佢意料，部分民意代表的表現令人懷疑他們的極端立場。并不是用来讨价还价，而是以下定决心寸步不让，甚至为了拉倒的准备。他不是讲财政预算案，财政预算案拉倒就最好啦。他是讲紧政改。哇，他的言论真的好像陈老太的，不知道是不是从陈老太仍然在政治上有些藕断丝连呢，即是仍然是有这个联系。所以呢，他那些这样的分析和个论述，特别对所谓这个的民主進步民主派方面的評論呢，真的恥辱陳老太，是吧？那這個第一，你作為這個財政司，喂，這個是林鄭在做的事，是吧？你現在提點林鄭 你現在以個財政司的位置做得不過癮啊，以個財政預算案應該擺多些時間去遊說我們快點即是通過財政預算案嘛，遊說其他的政黨支持個財政預算案，遊說其他議員多些坐在這裡，不要成日這個缺席。不是喔，他在網誌裡面早幾日咗喎，5月4日，是嗎？去即是講這個的政治的問題，還有講這個政治的問題絕對無助這個的解決現時這個政治上的爭拗或者這個政治的矛盾，是嗎？咁所以呢，即係基於佢呢一個嘅咁嘅表現呢，更加令我覺得呢，即係要刪除佢呢一個嘅即係薪酬呢方面。當然我提出呢個刪除嘅修正案嘅時候，佢個網誌都未發表啦。咁但係呢，即係呢個網誌嘅言論呢，係更加令我覺得呢，即係要大力努力游說大家呢，即係支持刪除呢一個嘅財政司呢個嘅薪津。另外就講返經濟嗰方面同埋有關呢個嘅財政司嘅職責嘅問題呢，就過去好多年呢，其實我都多次提出呢，作為一個財政司呢，你要就返財政預算或者財政管理對社會嘅成效呢，係要有一啲嘅分析
同埋有啲即係關於個財政預算帶嚟某啲嘅成效咧，你要有啲判斷嘅，即係你有把尺去量度自己呢個財政預算案所達到嘅效果係咪有所呢個嘅得益，係嘛？跟住有啲客觀嘅標準咧去作呢個評估。特別關於兩個重大問題，一個係解決貧窮問題，一個係呢個扶助經濟成效問題咧。多年嚟啊，或者我孤陋寡聞咧，我從未見過財政司喺佢報告嗰度，同埋喺財政預算案嗰部分，係就翻呢兩個重大嘅問題啊，作任何具體嘅分析。我強調喺成效方面係冇具體嘅分析，同埋冇對自己啊嘅表現。年年財政預算案你定嘅，公共財政管理你負責嘅，究竟透過你呢個嘅管理咁大嘅團隊啊，今年又加16%呢一個嘅整體開支，究竟你呢個表現係咪能夠達標呢？冇嘅喎。好多其他嘅研究啊，包括啲國際性嘅研究就指出，以香港貧富懸殊咧係不斷惡化啊。好多呢、這個譬如學社聯嗰啲嘅研究咧，就指出香港嘅貧窮人口咧就每年不斷上升，由早前嘅100多萬上升到唔知110多萬。嗱、啊，好多其他嘅研究同埋嘅即係機構就翻香港嘅事態嘅分析同埋報告咧。是指出很多方面的問題，但是作為財政司，你不能夠就翻呢個嘅各方關注，同埋你自己一手一腳制定財政預算案對整體社會嘅影響，特別對市民嘅影響帶嚟啲咩具體成果，你完全冇分析，冇呢一個嘅判斷嘅話咧，呢個係逃避責任，呢個係絕對係一個失職嘅行為。你既然逃避責任又失職，喂，冇理由繼續俾你享用啊！即係咁靚嘅官邸啊！大家去個財政司個位都好靚啊，深水灣望出去全海景啊，跟住有個大魚池喺度。可能以前啊，曾蔭權做財政司嗰陣時起咗喺度咧，仍然冇拆嘅啊！啲錦鯉喺度遊下遊下咁，係咪？咁所以即係所以理應咧，喺香港市民繼續捱苦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財政司咧係應該要啊，即係個薪酬咧被呢一個嘅啊。刪除。另一點就是我有幾個方面我都有比較啦，香港啲官員人工之高係咪照例都呢個照比較啦，呢、這個薪酬都係偏高嘅。美國財政部部長呢年薪只係有154萬係咪，但係曾蔭呢、這個曾俊華呢係360萬，咁啊兩倍幾啦，咁啊大家評估一下即係值定唔值啦係咪。咁就OK， 主席，我讓其他議員講完，我再接翻呢個政務司方面嘅分析。